你不能叫唤他呢，卡了，啊，卡了。好了吗，兄弟们？好了吗？卡，感觉卡的好朋友们啊，感觉卡的好朋友，大家出去重新进一下子啊，老铁们，大家可以出去一趟，然后重新进一遍，好吗？啊，三爹在这跟大家说对不起了，刚才没连 WiFi 啊，刚才家屋里没连 WiFi， 所以有点卡。啊，这回好了，兄弟们，这回好了啊，没事了。啊，大家点点亮吧，兄弟们，不卡了吧？啊，对，感觉卡的好朋友们，出去一下子啊，你重新进一下就好了啊，踢个炕得了呗。小迷糊啊，你说这个小迷糊，兄弟们，你们让老爷说你啥好，小迷糊啊！不，你是不是欠揍啊，小迷糊呀！啊，你说你这么大个孩子，你怎么就不懂事儿呢，小迷糊啊！啊，老爷为了你的事儿，我都愁成啥样了，让你老爷失望了。那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小迷糊太让我。太他妈惨啊！你能不能别踩拖鞋？太他妈踩，还踩！我真不想打他，兄弟，我真不想打他，兄弟们，真的，我打他干啥呀？那孩子不懂事儿，哎呀，我天，这孩子越来越不懂事儿。别咬到，这一天天的，哎，你说气人不，兄弟们啊？一岁多了，可不呗，一岁多了还小啊啊！我不敢打他，兄弟们。前两天三八一顿遭黑，知道吗？就是我碰了一下小迷糊，然后小迷糊的铁粉说给小迷糊碰疼了，兄弟们给碰疼了，啊！从那天以后再也不敢碰他了，啊！我正式啊，对，兄弟们，我想起来了，那是我正式以2020年12月28号那天正式认小牛当干爹，兄弟们，建立父子关系，老铁们，啊，小牛老爷说跟你啊，跟你说声对不起啊，小牛啊，好，咬吧，小牛啊，愿意咬你咬吧，去吧，老爷不管了啊。